瑶池金母降凡尘，普渡寿缘能解脱，真经内容修定慧，智慧大开方解脱，苦海无边速回头，找回本心当开悟。依照真经修缘时，经中教导诸次第，依教奉行老实修，破除五蕴除六贼，身心大定智慧开，大彻大悟随母意，究竟解脱返瑶池。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讲经，我是讲经人郑正卫老师。更多节目资讯以及精彩内容，敬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今天要为大家讲解的经文是瑶池金母普渡寿缘定慧解脱真经。为大家解释母娘经中瑶池金母的大慈大悲以及爱护众灵儿的心怀，教导如何次第修行可以就近解脱。欢迎大家收看。其六，悟真有义总无难，必须内心要坚诚，到处神仙在接引，奈何世人不向前。众生若是有真诚心去修持这真理，去觉悟不生不灭的这大道，如果时日久，信心坚诚，勇猛的精进，总有一天你能够修正成果，一点都不会困难，你自然能够明白透彻这一切的真理，它是真如实相，永不会坏灭的一合相。如果你持之有恒，参透真理，这路呢绝不会有困难，只是我们在修行的当中道心时常退转，所以我们修行者常常信心不能坚定，所以修行者一定要信心坚诚，道心不退才可以。同时还要勇猛精进，修精进婆罗蜜，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了达透彻明白其中的精髓。到处神仙都在接引大家如何的去勇猛的精进，降彼降凡，来导正所有修行者的思维。进庙呢不要贪求，与自己的爱欲贪求时常在在的显露在你日常生活的当中，所有的贪求爱欲贪嗔痴慢疑都是由第六意识来做主。第六意识呢是有分别心的，而且呢第六意识是非常的强大，难以掌控的。第六意识对外能够圆到虚空的法界，对内能够圆到我们的阿赖耶识，所以只要一对境攀缘，无论对内对外，你在一真法界的当中不明白宇宙真如实相的道理，那你就起心动念以为它都是缘起缘灭的，其实这你眼睛所看见的虚空都是虚幻假象，随因缘而起的，并非真实不虚的。所以你缘内看着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被你坚强的六识妄心的驱动而被影响染污，而造就了第七摩那识，这里面包含一切业缘的根本在内，所有的起心动念的造业都是从第七摩那识发动的。所以这个六识妄心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你一定要清楚明白如何不要让六识妄心去发动六识妄心的分别的心是非常强大，他不会认为
一真法界跟十法界是同一的。他认为一真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十法界就是十法界。十法界里面包含四圣道的法界，佛、菩萨、声闻、缘觉，这就是究竟解脱，永远不会再流转轮回的，是圣道。而六道的轮回是天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阿修罗道、地狱道。所以不管四圣道跟六道，这都是从一真法界的真心被六十妄心一起动变成妄心而产生十法界。所以一真法界就是十法界，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它是没有分别的，但是六智妄心是有分别的。所以在这个分别心的当下，你就分出了十法界。所以你如何将这个分别心去去除？因为你就是向内观察到阿赖耶识，向外看到能圆到虚空的十法界，但是你无法明心见性，因为你还是有分别的。只要你有分别，妄想执着不能去除，你就仍然在这边打转，你卡在当下，你不能真正的觉悟何为一真法界，何为十法界。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嘛，一真呢不假嘛。因为你的六十妄心一启动，就随缘而起的虚幻变成十法界。所以这个逻辑的思维再再要认清楚，你就不会被一跟十混淆。所以在经典上常常有看起来有分别，我常常说一就是二，二就是一嘛。因为真心妄心就是一真法界，因为一真法界里面有真心，你可以修到四圣道。在一真法界里面，你起了妄心，你就坠入六道轮回。所以从这里一真法界一分叉的，就显化出十法界来了。所以你如何让十法界归成一，回到一真法界，那就是妄心不起，才能究竟。所以你能够领悟这真实不虚的道理，其实不是很困难的，只是你不能够真正了解经文中所讲的真实意义，同时时常道心退转，进进退退，你不能坚定你的内心勇猛的精进，问题就来了。所以进入战道场看经文，你要了解经文，不能用文字来诠释，不能用文字的意思来说明这句经文所代表的真谛是什么。一用文字的意涵来解释经文，那就荒腔走板，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经文是三般若的文字般若，它是描述一个境界，勉强用世间的文字来解释说明来描述那个境界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所以这天上的境界是金银玛瑙琉璃黄金等，我们在世间上哪见过这种环境？纵然杜拜的大富翁大富豪再豪华的建筑物也没有到这种意境。所以我们只能够观想那个境界多么不可思议，那么的大圆满
大美好的境界，我们要到那边去，所以你必须修到往生净土，而不是死亡后必经审判，又在流转轮回。所以修行不困难，困难在哪里？我们的身心无法坚定，遇到一点难题就道心退转，太困难不想修了，他的戒律太多了不想去了。你怕戒律，你在世间上你一定常常触犯世间的法律，你天天出事，你怎么不去烦恼困苦倒霉呢？天天被法律制裁，天天被关，你的生活就是在这样当下，有什么好处？所以就是因为六十方心的分别心太强大，所以一个分别心的强大，你无法摆脱分别心，就分你我对错好坏、富贵贫贱，二分法一来，问题重重，烦恼就生。我们所见的世上众人，千万不能有二分法，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差别的，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的，没有对错的，因为在真空离体里面全部包容宇宙的万有，全包含在内，到最后物以类聚以后，它会融合在一体，全都是一真法界，没有缘起缘灭的虚幻的假象，都是真实不虚的真如实相。你清楚明白了这样，你的道心不会退转，你一定会勇猛精进，要往那个境界去前进，那才是终究要去的目标，理想的境界。有谁愿意在这个世间娑婆世界受无穷尽的苦难，而且求出无期呢？你有一点善智慧的人，你一定要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就必须要想到往好的境界去爬升。所以说我们勇猛精进，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了达透彻明白，让我们往这样不可思议境界前进的一个精髓、理想目标，以及他告诉我们的次第修行的法门。照本宣科嘛，照葫芦画瓢，你就可以搭上这班快车到达终点站，人人都可以做到，个个都可以落实，只要你信心坚诚，道心不退就可以了。所以瑶池金母是有好生之德，派遣了众多的神佛降凡降彼来到世间，不断地广开修善巧方便的法门，用尽各种的善巧方法来接引众生，来前往究竟解脱的正道之中。神佛降彼的醒世文，导引我们众生向觉悟的大道前进，不要再道心退转，不要被天魔所误导而误入歧途，一定要是信心坚诚，坚定你修行的理念，追随母娘真经子所教导的种种的方法，怎么会有修不成正果的那一天呢？只要你信心坚诚，道心不退，毕竟可以修正圆满。因为所有的善巧方便法门，它是活的，不是死的。随着每一位人的根气的不同，无论你是上根之人，或中根气的人，或者是钝根的人，都没有问题，不要害怕。他以不同的善巧方便的法门，去导引不同根气的人，
一定是在在处处要你清楚明白修行的奥妙以及善巧方便的法门，绝对是很轻松愉快容易的，不会困难的。都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拿到这张法船的船票。法船停在外海，放下救生艇，万中选一，所以每个人要精益求精，好好的去修持，你才不会错失这次机缘。下次传奇遥遥无期，那多么的痛苦呢？所以神佛降笔的醒世文，都是教导我们怎么快速的登上这救生艇，航向母娘的法船，归回灵母的身旁。只要我们根据神佛降笔的醒世文，参悟到其中的妙法，而航向觉悟的大道之中，都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破除这个六识的分别心，使它不要发动 F1 的跑车，你就可以心平气和，身心安住，如如不动的，脚踏实地的往前勇猛精进，永远不会六识妄心带领你走入偏道，使你求出无门。我们每一个人根据仙佛降笔的醒世文，这些善巧方便的法门，你彻底的修行，自然能够破迷开悟，看清的世间都是因缘起灭而已。因为你不再用你的五根对照六尘，自然不会发动六识妄心的分别心，这时候你就身心安住，明白是缘起缘灭，你能够了知五蕴皆空的道理，你就不会使设想求形式的精神作用来发动你的六识妄心，这时候看清楚世间缘起缘灭的聚合而已，它是会散灭的，它不能够永恒不变的，随着因缘而起灭的，并不真实的。这时候你就不会执着在这些假象的当中，因为你执着在假象当中，最后一无所有，这又何苦？所以，一旦开悟，破除迷思，压制六识妄心，使他不起造作，除其执着，除其妄想，是身心安住，是当前最重要的。可是虽然先不降笔告诉我们清楚明白压制六识妄心，不起造作，你能找回你的真心，看清一真法界，原来十法界都是六识妄心起的分别而形成的十法界。为什么你不能坚定你的信念，勇猛精进的往前，不要转动信念又使妄心一起，又见到十法界？你回归到真心本性，破迷开悟以后，你不就是归回一真法界的当下吗？就没有任何的困扰束缚阻碍你往母娘救生艇去前进的脚步。所以经常被六识妄心的阻挡，经常道心退转，为什么这样？那就是经常起心动念，你起心动念，你就是不能放下你的执着妄想，所以你没办法去放下，你就无法证成阿罗汉果、菩萨或佛等。你如果不起心动念，你就明白啊，非有非无，一法就一切法，
就这么清楚明白，不是八万次宪法门是你困扰不已，要修哪一法搞不清楚，弄不明白，因为一法就一切法，那一真法界演化成千变万化，那是你的妄心起念。如果你运用一真法界的真心去起修，你所看的都是四圣道、佛、菩萨、阿罗汉果等，绝对没有六道轮回的法界，因为跟你无关的，你已经脱离究竟解脱，不再经过流转门了，这样多好！你一起心动念，一发动六十万心的分别心，麻烦了。你又倒转慈航，回归在六道的妄心的六法界里面，这又何苦枉费你花了那么多的心血精神去修行，终究烟消云散。所以到处神仙在接引，降比降凡，指引你大道前进。为何我们的世人永远是不觉醒，总是道心退转，不往前去走，总是与天魔为伍？为什么你的信心不能坚诚，你的信念不能安住，总是要起妄心呢？所以起心动念了以后，身心不能安住，自然就问题重重嘛，随魔起舞嘛，这又怪谁呢？所以当你信心不坚诚，道心退转，不再勇猛精进往前走，纵然仙佛降笔，你也没有办法往前行，你被捆绑住了，你被妄心的分别心牵着你走入不好的境界了。所以在这样不良的境界当下，你怎么能往前？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觉悟而能解脱，那我们就能够除去一切妄想分别心，调伏了六十妄心，不要让它启动。我们世间的众生仍然执迷不悟，如果不肯听信神佛降笔所说的真理，不肯修向解脱的大道中去改过往昔所造的诸多罪业，那只有再度轮回受苦无尽期了。这能怪谁呢？只怪自己修行的信心不够坚强，道心时常退转，不听神佛的降笔的醒示文，不相信母娘真经所交代的诸多的妙法，你只有再度轮回受苦受难无穷无尽，咎由自取，自讨苦吃。第七，向前求道得忘家，客子相思与催花，坠落结果由坚定，修缘不容乱交加。我们在修持的母娘的道法以及神佛的降笔的醒示文，你一定要仔细看清楚，参悟中间的字字珠玑，每一个妙法都有不可思议的大功德力，能破除你的一切的贪嗔痴，能让你们以破迷开悟的清楚明白，不再被这些束缚捆绑阻碍，自然你能够勇猛的精进向前去修持，得到母娘的船票，登上母娘的救生艇，航向母娘的法船，这是指日可待的嘛，回家的日期不会太远了嘛。可是我们一定要先大彻大悟嘛，先要修改往昔所造的诸罪业嘛，能够按照在家人的五忏悔去落实嘛，广修六念嘛，你才能够知道修行的步骤嘛。
次第嘛，才能够真正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才勇猛的往前行，才是究竟圆满嘛。坚定信心，自己的正心正念，一定要非常的勇猛精进去勤修，一定要落实精进波罗蜜 的精神，如此一定可以修正成果，归回本来的大道，就为其不远。一定要非常的坚定，你坚定就是一样调伏自心，使心安住。为什么？因为你能够起心动念，将它放下，将妄想心放下，将分别心放下，将执着心放下，一切都放下了，你就明白什么叫做非有非无的一法，即一切法。因为诸法当体即空啊，这讲得清楚明白啊。这《心经》也告诉我们，诸法皆空啊，因为本来就没有。因为我们有病，才善巧方便降下八万四千法门，去对症我们的八万四千的烦恼。当你的烦恼除尽了，法门也没用了。所以《金刚经》告诉我们，佛法皆可抛，何况非法呢？佛法皆可抛，不是不相信佛法，因为你相信了佛法，落实了佛法，你破迷了开悟，你得了究竟解脱，而不再进入流转门。在这样的当下，你还在需要佛法吗？因为你已经使用佛法，你已经参悟透彻佛法，已经照佛法的精神步骤去落实了，你得到的究竟解脱了，永远不再流转轮回。所以还需要再用佛法说，你告诉我，我现在看到是环灭门，没有门可以回去了，你告诉我流转门在哪里，我再去看一下。那你又造业了，又何苦呢？又下来了，那你又犯了诸多的业力吗？所以你一旦生成四圣道，你的善根具足，永远不会道心退转，永远不会再回来经过流转门，永远不回来四圣六道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坚诚明白诸法皆空的道理，没有一法可以得，了悟一法可以得。它是什么？诸法它是刹那之间的念念相续而存在的，比如人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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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有历史记录五六千年，那时候的人是原始人，茹毛饮血，后来知道钻木取火，开始吃熟的东西，到今天科技发达，各种工具用具在在的都发明出来，生活的品质大量的提升。纵然是如此，从自古到今，你见到古人了吗？没有，你只能够从历史的当下，有文字记载的当下，了解当时他们是如何生存的。没有文字以前，只有考古，去推论当年他们是如何的生活，挖掘出来各种器皿，判定他们是如此这般的生活，是生食熟食。而到如今一代代相传，就跟这个念念相续而存在到如今，不是人生如幻如梦吗？
我们见不到古人了吗？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在吗？为什么？念念相续，代代相传。我们在望下也是代代相传，百年之后我们不见了，后代又出生了，以后人只从照片当中，在录影的影像当中去追忆以前的人是如何的生活，因为他们又不同的生活方式了，所以这种随缘而幻取幻灭的，都是如梦如幻，是虚幻的假合，并不真实的。所以这不就是诸法皆空吗？我们人生幻灭了没有？不是空了吗？但是你说没有人吗？自古以来就有人的记录。你从你家的族谱一看，你传了几十代了，一两百代了，代代相传，从古人，你的祖先源头到今天。那孔夫子传到孔德成，在台湾78代了，现在又传好几代，代代相传，只能追溯以前是至圣先师孔夫子，但是他的后代到今天在台湾在生活，从源头是以前孔夫子第一代，而到现在孔德成是位78代。请问你，你说他没有吗？当然记录家谱上有祖先存在，他存在了是有，但是呢，你说有吗？他有空，他已经不在世间了。所以说有又无，说无又有，这就是空有不二的道理。所以经本上常常说明空有不二，说说空就是有，说有就是空，它不是两个观念。所以你知道空就是有，有就是空，你为什么不敢布施呢？去舍呢？你不会损失你口袋里的钱财物品，因为源源不断的上天看到你懂得布施，大善人、慈善家，永远会让你莫名其妙的发财赚钱，激起你更多的善功善德，去做布施功德，救助更多的人。有舍才有得嘛，说牢记在心中嘛，不要不敢舍嘛，所以这都是修行当中的一个法门，有舍才能得啊。所以你得了以后，我们知道，你说有，又没有，似有又空。否则我们容易坠入什么又起攀缘的外境，而又造出诸多的业根。因为你不能明白思有思无啊，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思有就空。所以心经告诉我们，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嘛。所以思有又空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让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不会用五根六尘的对境攀缘，而产生六识的妄心的造作。这个时候你就不会造出业根了，否则你一攀附外缘，你不懂色即是空的道理，你不知道五蕴皆空，你就会攀缘招感染污，那不是又开始造业吗？又不能究竟解脱了吗？所以同时我们不起贡高的我慢，我们要很随和对待众人，我们要很以平等心对待大家。所有的普罗天下的众生没有高低，我们是一律平等。纵然是佛世尊在讲经说法49年也告诉大家，你跟佛没有差别，只是你目前没有开悟，这是众生。你一旦破迷开悟，找回本来面目，当下成佛，跟佛一模一样，没有差别相，一律平等。说人跟佛是在迷悟之间的分别，
它的差别在这里。你如何去破除这个差别跟分别？那就是要破迷开悟嘛。你不要迷在当下，总是起妄心嘛。你破除了妄心，不起执着心，没有分别心，你知道你跟佛是平等，没有两样，你很容易就契入佛心，与佛相应，明白宇宙真如实相当体就空的道理，你很快就能够究竟解脱，破迷开悟，找回本来的面目，当下成佛嘛，究竟解脱嘛。所以你对待世上的众人，在学校也好，在公司也好，在团体里也好，我们不管你是主管、老板、员工、部属，我们都要以平等心的去看待他。纵然职务有高低，但是对人待物皆是，是一律平等，不以功高我慢心，以平等的心对待部属、员工。我相信大家一定是发心发愿，做事也甘愿为这个团体公司去努力打拼。我们永远要先帮他们，第一优先解决他们一切的困扰，这才是一个好的主管、好的经营者。我们在这里不起功高我慢，我们要以欢喜心，我们不怕人家毁谤你，不怕人批判你。金刚经告诉你，被人轻贱毁谤，能消你累世的重业轻罚。他帮你带业障了，减轻你的负担了。你要去倒垃圾，下雨刮风没有伞，垃圾很重，垃圾车还没到场，你只有垃圾不能落地，你就站那等10分钟、20分钟，蛮辛苦的。但是他毁谤你，批判你，等于他帮你自愿去倒垃圾，那你不轻松愉快了吗？一切都放下了吗？减轻你的业力吗？这有什么不好？感恩他都来不及了。所以被人家轻贱毁谤，事出必有因，我们自我先检讨，我们不去顶撞，我们不生怨气，我们不起报复心，不生嗔恨心，我们先要内心反转，看我们自己是犯了什么错误。当我们发现自己的确有错误，该被检讨的时候，人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耐你的过错，到忍耐的临界点，无法忍耐的爆发，你不能发脾气，要产生嗔恨心，产生报复心，因为你的过错影响别人的工作无法顺利完成，造成重大的损失，还没有罚你呢，没让你赔偿呢，这就不错了。自己怎么不反省自己的过错，好好的去反省改正的错误，以后不再犯错，是知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呢。古人的成语的精华，再再都是落实当下的问题，啊，给我们的提解，让我们能够遵照这些问题，我们就能化解一切问题，就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永远要感恩对方，纠正我们的过错，不要怀恨人家纠正你的过错，没有纠正你无法的长进，你也无法呢改正你的错误，永远是团队中的一个负担。我们不以二分法，然后我们除去分别心，我们不去怪罪对方对我们这么多的指责，我们非常感激他给你的这么一个上进的机会，让你以后不再犯错，而能做得更好，有好的表现，那容易被主管经营者发现你脱胎换骨，就帮你提拔往更高阶的位置，这样不更好吗？所以你自己反思以后，你会发现这是给你提升自我的一个机会，
感谢都来不及，还要发出愤怒要报复吗？这就因为没有增长善智慧，不明白其中的奥妙道理，啊，所以一直在迷，在植物当中，你没办法开悟，你永远沉迷在这里。所以你沉迷在这种执迷不悟的当下，就像倾盆的大雨，把这样鲜艳的一盆花给它摧毁了，什么都没有了，美好的梦想被你一而再再而三不知道改过，而公司到达临界点请你走路了，不像一盆鲜的花被摧毁一样吗？一无所有了吗？意思就是这样啊，所以修正自己，勇猛精进，改正过错。所以我们世间的灵子，我们修持之道是靠自己坚定的道心不变，只要金刚经所说的信解行证的方式来修持，你要相信呢，真经所说的嘛，各经中所讲的道理嘛，异曲同工嘛，都是叫你找回本来的面目嘛，都是叫你破除妄想执着嘛，分别心嘛，这是三大主轴嘛，讲来讲去就是这些东西，从这衍生出来千变万化的捆绑束缚执着阻碍嘛，干扰嘛，所以从这些三大主轴你能够坚定下来，你相信它将分别妄想执着破除，你能够了解之后，你依着去根据经中所说的方法去落实，你最后印证是真实不虚的，一定让你破迷开悟，一定让你找回船票，登上母娘大法船的救生艇，航向母娘的法船，归回灵母，指日可待。所以你的实心心一起，清洁心就出来，所以一真法界显现在你眼前，就所有的虚幻假象当时就化为乌有，不再捆绑束缚纠缠你，是你分辨不清哪个是真相哪个是假象，所以你很容易就辨别，因为你是以一真法界的真心去关照，所以一看就是事神道，你就往那个方向前进，你就不会偏向六道轮回的角度去开船。所以清净心可得，先要起实信心，所以实信心一起，清净心就彰显，你的一真法界的真心驾驶你那个 F1 的车子，它一定听话，按照交通规则不会横冲直闯，按照交通守则一定是按照规矩去行驶，终究是按照你设定的目标到达母娘救生艇，航向母娘法船，归回瑶池净土的灵母身前，而指日可待嘛，一点都不会困难嘛。所以只要坚定不移，勇往向前修持，你了达参透一切真理后，你就会遵循一切善法来起修，进而印证经里所说的是真实不虚，能够亲证实相。那你怎么能够亲证这些实相呢？非常容易，你要使身心的安住，你要修行者第一的要务就要使身心安稳，如如不动，不起心动念，能调伏自心，你就不会再热闹使你头昏脑胀，你无法起正思维，胡思乱想所下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所以用正思维将身心安住，没起心动念，你所看到的种种都是一真法界，你自然不会走向偏道。你身心安稳以后，
你的生活呢自在如意，家庭圆满，夫妻美满，子孙贤孝，自身夫妻同修，一同进入善道场，进入母娘的法门道场，一同共修，修身齐家做到了。而后进入社会，发挥你的专长，按照你在善道场修行当下所学习的诸多善巧方便的法门，应用到广大的社会当中，不管在公司也好，学校也好，在政府机关也好，你都能够知道正转法轮，你不会盲修瞎练误导众生呢，只顾自私自利啊，自己贪赃枉法，因为你已经有正心正念正思维了，你知道如何按照正法起修正转法轮，所以你生活能自在呢，你夫妻美满的正修呢，所以你进入社会当中呢，你也不会触犯一切的律法，不但不会触犯，同时你还会以你自身以身作则来带领周边的气息做成标杆，人人都像你一样的，都不会违法乱纪了。只要你去领你的薪水，还违法乱纪吗？两人共修共同在工作已经足够用了，还有多余的存款了，你也不会起心动念就贪赃枉法了，所以你周边的人自然都不会物以类聚，他就不会走偏方，就不会去随时去贪赃枉法，那自然就不会造业，也不会触犯世间的法律而坠入五浊恶世当中受苦受难受律法的制裁。所以只要我们如如不动身心的安住，我们就没有任何的阻碍，没有任何的阻碍，我们安住在一真法界当中，就非常清楚明白一切法空，你就不会乱起心动念，就不会起乱七八糟的邪法，自然一切法空你历历在目，你一观照就清楚明白诸法皆空，而且你能安住在一切的法空，才是真正安住在实相当中，因为诸法不空就不是实相，诸法皆空才是真如实相。所以你在这种诸法皆空你能清楚明白，你就能知道宇宙真如实相当体俱空，所以你就知道安住于法空是真正安住于在实相的当中，也就是事实的真相，你就能够开悟得知，在一切的忧虑烦恼业障各种束缚困扰使你转动不开的种种，原来一切皆空，是由于你起心动念的问题而影响到这些束缚到你，当你知道诸法皆空的时候，这些烦恼忧虑束缚困扰等等都远离你而去，一真法界在前，那一切都空，那你不就是身心自在一切圆满吗？一切都放下身心自在阖家平安万缘大吉，你还有什么的烦恼束缚困扰让你无法自在修行呢？所以这个很容易让你圆满，所以放下一切啊，找回一真法界。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下一集再会。